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VCTV 的大赛直播，我是贾刚璐。今天很高兴能跟著名世界冠军周日阳一起为大家做介绍。那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 VCTV 给大家解说吧。今天的这盘棋，对局双方应该比较熟悉吧？对，应该都比较熟悉。陈耀烨之前我也跟他那个交手也比较多吧，对，谭笑也交手比较多，大概都比较熟悉，只是这两个人可能我对他们的战绩差别稍微有点大。有什么差别？因为对陈耀烨可能最近我对他胜的比较多一些，但对谭笑以前一直是连输了好多盘，最近才赢了他一盘啊，在微服的那盘棋。对，所以说这两个人感觉上实力也都很强吧，应该这次比赛应该双方实力接近，应该也比较好看，我觉得。是，但是在昨天的天王山的这盘棋上，陈耀烨是取得了胜利，所以可能在心理上应该也会稍微有一点优势。对，昨天，那不是昨天，是前天。前天，对。前天那盘棋感觉上谭笑前面可能处理的不太好，我中间好像陈耀烨应该是有一定优势，但是后来杀大龙没有杀掉之后，应该看上去谭笑应该是一盘已经不太可能输出去的棋。是，最后官子也是莫名其妙的就亏了好几目吧，最后很遗憾就输了半目。后来他，我们关系平时也非常好，他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这棋都下输了。是。说的还能带点语气词。说了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欣赏的是第18届名人战五番挑战棋第4盘的对决。在之前的三盘棋中，陈耀烨2-1领先，所以这盘棋谭笑也是背水一战，不能再输了。是的。是要看这个战斗值对比吗？我再看一下，好像前面聊的有多，看一下战斗值对比，谢谢。其实双方的数值上都没有变化，就是跟之前的之前的三盘棋上都是一样的。其实我对于这个战斗值对比一直很感兴趣。嗯，好像以前最早的时候我来这边讲棋的时候，小编还没有发明战斗值对比，这是后来才有的。对，只是到有一次，好像我看到讲我的棋，发现我的战斗值后，才发现有战斗值对比。为你量身定做的。那不能这么说。好像有变化的就是在状态上，谭笑降了一点，然后陈耀烨是80，这两个其实状态都算很一般，只能说是在其他的项目上哪个人有比较占优呢？大局上谭笑稍微好一点，比陈耀烨高2个点，力量差一点，力量上比陈耀烨低3个点，然后心理上比谭笑比陈耀烨差4个。看来总体来说，这个小编认为两个人的战斗值还是很接近的。是，对。你在毫厘之间。是。因为上一盘陈耀烨赢了，所以说状态。是。但是确实最近感觉上两个人的状态都不是太好。必杀技，谭笑是咏春拳。然后陈耀烨走的是如影随心腿，是不是改名了呀？陈耀烨这个是，对，他之前因为是扫堂腿。对，昨天跟那个梦梦同学在说这个必杀技的问题，他好像说小编准备把陈耀烨的必杀技改了，今天总算是见到了。是，然后总体评级上两个人都是 A+。然后交锋战绩是谭笑32负，但显然是最近两盘输掉了，所以在最后小编的预测胜率上是陈耀烨54%，谭笑46%。他们俩你觉得这盘棋你相对更看好谁呢？我不能说我看好谁吧，因为时间比较接近，但是可能平时跟谭笑关系更好一些吧。我当然内心里，而且也希望能下到第5局吧，能让大家再欣赏一盘精彩的对局。是，但是好像现在已经下了很多了。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下成什么样。谭笑的黑棋。这盘棋是因为由于第一盘拆先轮流掷黑，所以这盘是谭笑的黑棋。这个布局很有意思。是很有意思。
好像这个像有点现在下上四部变成模仿戏了。嗯，记得在之前的那个 LG 中，陈阳也跟景山裕太好像也是下是下的那个，当时是守的这个角。嗯，后来结果对，结果应该是黑棋后来赢了，但是可能谭笑也不愿意学习这个招法。嗯，其实这样自由性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我觉得这种棋。嗯，但其实昨天龙星战的时候，十月也是下的这个不错。嗯，十月是挂的这个表是吗？嗯，好像那盘棋后来看来白棋，我感觉还比较成功。是布局下来，好像黑棋明显然就有一定劣势。对，这种棋，但是黑棋确实挂这个角，让人感觉到稍微看上去两个形状。不是第一感吧，挂左上角一般感觉是手挂左下角或者手右上角。嗯嗯，这白棋也挂角。对，这个下到这里应该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出现过的布局了。嗯，下到这里是这时候你有什么想法？我不知道没什么想法，他就可以下的点很多应该是。第一感上来说，加鸡是吧？有点想加工这个比较正常。嗯，因为黑棋这个配置，二尖高加是常用的一手，不知道谭笑为什么没有选择，可能也许是还是怕白棋在挂角，或者说怕什么，这个也搞不清。但他对，但他实战的下法好像白棋算是比较简单的打散局面了吧？对，实战。那说也是下的心情上这步棋就是契合，不想跟你硬了，不想硬你。但是对白棋这边总感觉上这个布局黑的速度稍微慢一点，是白棋能够下成这样应该也可以满意。嗯，这样应该都是很常见的下法。嗯，这版面其实这个还是挺常见的，在以前黑棋那个135布局的时候。嗯，但是以前一般是这个角是白棋，这个角是黑棋，对，是下成这样的。嗯，这盘棋等于双方交换了，角互换了一下，不知道到底谁好谁坏。嗯，这步棋黑棋的加工也是比较有意思。嗯，好像在我印象中，这步棋也不是很常见。如果这边是白棋角的时候，黑棋好像是飞压的，是吗？这样。白棋角的时候，这叫黑棋有先挂角的也有。嗯。飞压好像是等白棋飞进去再飞压也有，但是飞压可能白棋不知道，有可能有爬的下法，或者说跳出来的话，可能黑棋可以接受。嗯。白棋有可能有爬了再爬这种比较强的下法，这样不知道谁好。嗯，变化可能会比较复杂。嗯，黑棋搬的时候，白棋是要加出来的。对，这个变化具体的谁好，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也不太敢下这个棋。嗯，这个确实很复杂，看上去。大概白棋要寻求进角吧，然后大概会形成一个战斗吧。白棋角上应该可以活，然后中间这个跟黑棋的两块棋进行战斗。嗯，好坏就说不清了。是。但现在这个角有变化，所以黑棋肯定下法也会有所不同。现在变成了这个角是白棋，这个角是黑棋。那个时候黑棋显然是不愿意，比如说搬左上角被白棋飞进来，应该是不愿意选择这样的局面。如果下成这样，这个正常是。应该是感觉到白棋这个跳出来的方向比较好。嗯，黑棋还得更走一个。应该是白棋跳出来正好限制了黑棋左上角的发展，这样的话，如果白棋再守回来，可能是觉得白棋比较满意。嗯，这样看上去黑棋好像还是依然只有这两个角，但白棋对自立比较充分。嗯，所以说这个正常下法肯定谭笑也是想到了这个下法，所以说没有什么选择吧。嗯，这个加工应该也是想配合左上角势力的影响。嗯，其实这个看上去可能谭笑对于这个下法也是有一定的准备，他做这个加工的下法，
但是确实白棋的后两步棋很有意思，也很有意思、嗯、双方这盘棋布局还是下的不拘泥于长形。这个局部如果说最古老的定制肯定是虎阵，嗯，那现在首先黑棋有可能会先点，嗯，估计也会先点吧，白棋是要尖出来吗？对，就这样、啊、应该是黑棋比较满意，嗯，白棋还得压，对，压黑棋即使是跟着你跳应该配合也不错，嗯，甚至于黑棋直接普通的拆可能也不是不能下的，白棋显然是觉得这个虎步速度比较慢，嗯，闪拆一，拆一其实也是有的，不知道你见没见过，比较少，我觉得是比较少，因为这个定式一般好像现在应该轮白棋，对，这个时候一般都是白棋有的时候会选择这个下法，然后黑棋脱退，嗯，看上去现在好像应该正常是该白棋下的时候。现在从第一感来说，白棋先该黑下，当然是黑棋要搬。嗯，白棋应该会拆二吧？对，应该会拆二。那黑棋在我看来，这个棋应该只有拆二。是。如果说我们想想，就算如果下成这样，难道黑棋搬一下，他觉得不便宜吗？不知道，他应该是只是觉得这一下不便宜，但是。还是如果我下的话，心情上比较想搬掉这一下。正常来说，搬掉应该肯定不能说这步搬是坏棋。嗯，这样应该也是一局棋，我觉得搬也是可以考虑的。但这里我在想，有没有更积极的一种下法？比如说现在有没有可能点一个？我只能粘这个。对，如果点完我，比如说我拆过。这样的话就防住我白棋的长二二。嗯，是。另外点一下，虽然说局部本身死了，但是现在白棋不是感觉上也挺难受的。白棋如果简单的把这个子吃了的话，上面还有一箭。那样应该不能忍受了，被上面的。如果说白棋应该不会被爬过，这个棋应该不能被爬过。如果是说顶一个黑棋就长一个。嗯，白棋是不是还得跳出来？对，如果你跳出来，我就算左边拆一个，我觉得黑棋也不一定比实战差。嗯，实战它而且最关键是这样，以后黑棋搬左上角的二二，白棋上面还没有活干净。嗯，我觉得可以考虑这种下法。是实战黑棋下法太淡了，很淡。实战中非常淡，太淡了。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些积极的下法，因为实战中黑棋就回来尖顶了。嗯，这样的下法我真的要怀疑这个家真的有没有这么大，直接尖顶了走也是一步棋。如果白棋这么走，黑棋家这个真的很大吗？嗯，有可能下面挂角会更大。可能他是太担心白棋的右上角飞了，飞确实是很大。嗯，但是我觉得实战中黑棋并不能满意。对，主要实战白棋可以抢到下面这个手角，这点上。黑棋还是比较痛苦的，这个手到感觉让黑棋的布局没有什么亮点吧。嗯，如果说那个按我的话来感觉，是四处都被白棋打散了，感觉让白棋想走的地方都走到了。是，也是一人两个角，那么现在黑棋在贴木上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嗯、黑棋现在肯定是靠着啊，不甘心就普通的自然再拆，这样再拆估计贴木真的要困难了。嗯，好，白棋搬、嗯、这应该是必然的下法。去飞，这步飞大概是应该是不肯拐，这个时候、嗯、拐应该看上去是定式，但是现在应该比较俗，拐完可能还得再飞回来，这个效率并不高，这样底下的尾白棋走过来肯定是不能满意。嗯，飞一个应该是靠的时候他就想好的一种下法吧。嗯，如果白棋现在还是病，应该是比拐要好得多。啊，实战白棋是掉了一个。对，这一带我早上看棋谱的时候我也感觉呢有点眼花缭乱，有点看不太懂。嗯，这步掉也不知道他具体想干什么，他是就想简单，就是想让你应一个提示。嗯，应完他这还是留着一个冲断，
那么如果这样还欠个中段的话，黑棋围的空其实很有限。所以这样我想说，黑棋现在真的是应该走这个吗？如果白的还有冲断黑的，为什么不底下跳一个呢？而且这样还可以少上面被少压到一下。对，感觉上这个跳有可能本身就不一定比我比刚才的上飞差，而且黑棋跳在三路更坚实一点，黑棋的这两个子都更加借用更加少一些吧，也可以这么说。当然实战飞也是第一个，应该也不能说有太大的问题。总之现在下到这里感觉上双方都很淡定，是然后对后半盘很有信心。嗯，所以我就下到这里就对谭笑比较担心，因为看他的前几天的后半盘，对他第一盘虽然赢了，但是后半盘其实也在表演，对，已经亏了不知道多少了。是他打一盘一直应该说是赢不少的棋，最后下到了赢了一目半，还蛮惊险的感觉。对，但是昨天的后半盘终于让他输掉了。大概应该也是在收到还有四五目关子的时候，好像亏了两三目。对，应该对于这种级别的棋手来说是不无法想象的事情。是，应该说是他在最后的地方，他也是没有看到那盘棋黑棋当时上面有一个粘一个目好手，对，他一路粘的好手，他那一段也是又亏了。对，他后来说断掉亏了两目，但好像在中间一带已经亏了一些了。是，所以。按理说他应该这盘棋比较想导入战斗的局面，不想跟对手收官，但是从现在格局，之前其实那个有人跟他说这盘棋最好不要收官。啊，莫非就是这句话激起了他的好胜心，他就非要收官，一定要收官证明一下自己的官子。白棋现在这步棋也用意不明，你觉得怎么样？我实战其实就整个这一串我就没有看懂双方，因为这步棋首先用意，如果说他是希望黑棋的拖过，这个可能也太稍微有点低级了，好像这个黑棋显然有一些破绽。对，如果说最粗俗的白棋如果就算靠，然后你要搬下去，我再搬黑棋应该也很难处理吧。嗯，黑棋肯定是不会拖，即使说我不这样，我就串长，对，这样压过来，压过来，黑棋也无法忍受，因为这个三路空很小，这里两边都有大伸腿，是，所以黑棋这个白棋走线，黑棋是不可能过的。嗯，那黑棋这个就算全围住，黑棋就算围住，白棋伸腿应该也不超过十目。嗯，所以我对于白棋的这步打入，我是觉得有点怪异。白棋是不是可能简单的跳起来或者直接走一个之类？可能白棋也是不知道下哪儿，所以说寻求一些头绪吧。但是这样黑棋跳出应该是当然的一步。我觉得白棋这两步棋下的有点重，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好手。那接下来黑棋的这步飞有没有更积极的想法？还是说这个飞特别特别大？这个飞它可能目的肯定是觉得你这个不便宜，我自己联络而且我基本控守住了。你本来就有大伸腿，我现在你没破我几目棋啊，然后觉得你上面还受攻，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那我能不能先上面怎么逼你一下之类的？这步逼应该是，我也觉得这步逼是可以考虑，但逼白棋应该只有尖出来。这时候黑棋怎么下呢？让他再飞过吗？那这样的话上这下确实也不见得平，白棋就跟你走。对，这样白棋往上面压，黑棋这里反而薄。嗯，如果说底下这怎么能点得到一下再逼住的话就好很多，如果你先逼再点，白棋应该会挡外边。这样你这个棋被白棋搂过应该是不便宜。那可能是黑棋这个地方次序上不是很好走。对，我推测吧，这个棋应该是谭笑同学应该也没想这么多，就单纯的觉得你这几下不便宜，我就飞过。觉得应该是过。是，但是这个棋确实，白棋能走到这个，黑棋从实际上来讲还是没什么收获呀。
是没什么收获，但其实白棋也等于没走，就你其实可以看作白棋就单就直接拆了一个，是我也没什么办法，这两下究竟便不便宜也不好说现在。黑棋也马上又掉了一个，这我感觉两个人下法都很快。而且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双方的下法都很淡定，都很有自信。可能陈瑶也觉得上一盘的官子下完之后对于收官更越来越有自信了吧。是，白棋这个顶应该是必要，要不然这个被靠下去就 又麻烦了。是靠断吗？还是靠你如果搬的话黑棋应该就虎吧，然后这个劫应该黑棋基本上是无忧劫，白棋如果打输了应该无法忍受。白棋劫当时这挤一下是先手便宜，这个黑棋应该这时候应该不会反击。因为反击之后白棋这个力先手有可能底下就不用补。是。黑棋点，然后就压过去。这个压过去当然是也是吓唬自己，同时肯定是为了对于左边的白棋三个子也盯着，照顾上面。这时候白棋当然是应该是不敢从这边出来了。如果出来黑棋就算从视觉上来看，如果这推一排的话，这几个字可能直接就已经要死去了。因为黑棋这样贴，白棋基本上是无法反抗的，从这间贴。就算黑棋最傻的一直贴，你永远也不敢搬，黑棋这边这么厚。是。这样贴过来白棋应该是不行的。嗯。所以说这个破控的话是太极端了这个下法。而且白棋觉得形势并不坏，应该不会这么选择。这时候这个次序不知道是怎么下的，因为据那个白棋之前说的是这个地方白棋是有可能是先搬掉的，因为从后来那个棋形来看他摆的那个，我们推测一下这个次序，现在其实搬白棋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搬并不亏。对，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步棋白棋是掉完了再搬的。因为黑棋如果掉完搬，黑棋应该也不好意思团一个，我觉得。但我有个问题，就是掉的时候黑棋有没有可能接着反击？对，这就是我想说的掉完再搬的意思。如果说黑棋反击的话，白棋这个以后先靠下去。这样的话白棋是搬一下就亏了。但是这样比较苦，黑白棋应该现在不会往上靠，白棋应该会靠这个。总之就是这一下有可能亏了是吧？如果说黑棋不飞的话，白棋搬一下就亏了。以后白棋要先下的话，白棋肯定显然是会尝这个。这样黑棋的形状非常的差。由于这里有挤，黑棋可能只有利。甚至于以后如果白棋外边走后了，这个拖进脚黑棋还不活。所以说我推测这个棋应该是先掉再搬的。这个网上的棋谱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估计是两个人下的比较快，那个记录员就没有注意这个棋。是。那弹跳很稳健这个棋。对，我上午看直播我是对这个黑的这步飞稍微的觉得有一点淡，感觉像是胜利宣言的那种感觉。是吧？对。但显然如果从纯目数上来看，我们可以看一下，很简单的判断一下形势。白棋先看白棋吧，白棋的右边如果现在白棋搬掉，以后的点是白棋的权利。这里就算先不算这里双方的目数，白棋1234567891011215目应该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有，然后加上这里的怎么数也能数出11目。加上这个12、12、3目，白棋全盘应该接近有40目吧。黑棋右下角14目，加上这个两块其实都不是很好，先点右上角比较好点的嘛。如果算折半，应该是算到这两目，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可以算12345678121420多20目强一些。这两块35目。如果左边白棋黑棋算作，由于这里白棋还有冲断，所以这不能算很多目。是，我觉得顶多算成这3目已经很了不起了。
1,2,3,4,5,6,7,8,9,10 能算实木漆不错，如果算实木加上这个刚才是点的多少吗？这两块四，那没不能有40吧，这两块30多少，37,40木弱一些，嗯，加上这里应该是不到50木吧，刚才我们点的白漆40木，嗯，然后现在该白漆下，所以说双方的木数其实是挺接近的，但是现在首先该白漆下，另外白漆刚才算的空应该是比较厚实一点的，应该白漆的木数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变化，而黑漆的木数由于左边比较薄，另外由于白漆这里有个头，嗯，另外中间如果白漆搬出来有一点后位，还该白漆下，所以这棋我觉得并不看好黑棋。嗯，唯一黑棋可能就是能够追究一下白棋这三个字稍微有一点薄味。对，但是你虽然说追究白棋，但是你自己也有点薄味，对，主要这个地方并不是完全连上、嗯、这地方给大家摆一下，对，黑棋等于是要靠这个挤先手，对，靠这个必须得现在团，现在团的话如果说白棋外面真的厚了，白棋拐下去黑棋也是很危险，对，如果是现在虎的话，这就是一个著名手机，这被一击是正好断不掉黑棋。嗯，这个形状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形状，黑棋飞白棋局部确实不好断。嗯，还有一种断法就是后来白棋的啊靠的靠，其实黑棋这个联络是完全并不完全的，这个靠也很严厉，是如果搬这是被加下去当然不行。嗯，那如果这时候断白棋就尖回去了，对，白棋尖过，由于白棋这个跳也是积蓄力量，已经防住黑棋上面的这种冲击。嗯，所以白棋后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很现实的手段。黑棋基本上就是欠一手棋。嗯，所以说现在该白棋下，我觉得现在应该是白棋的布局比较成功的局面了。嗯，我们就姑且当做现在白棋搬的黑棋虎。好，那如果从这样来看，黑的这个时候为什么不选择反击？靠出来是很低感，总是想这儿有一拍，然后对这儿有一个比较严厉的手段，他肯定是有担心的地方。嗯，这个到时候能下完了，我到时候得问问谭笑，你们又可以私聊一下。嗯，如果说白棋这样简单的搬，他是不是要黑棋当然要断、哦、由于这地方白棋长争子不利是不行的、嗯、那现在如果被断掉白棋怎么办呢？白棋这里冲出来应该是无理的，黑棋就打个贴过来应该赔的也不怕，如果摘上、嗯、粗粗的看上来黑棋应该不会怕。嗯，白棋应该这样拐是不可取的，这种下法、嗯、黑的就虎吧，虎逼着白棋打一下。嗯，这样局部活不活还是个问题，就算特别苦的活了之后，黑棋外边肯定特别厚。嗯，那这三个字应该感觉上中间撂一个应该就差不多，所以白棋要想活得好一点大概只有断、哦、但是这样的话白棋真的可以吗？如果说这样看这个形状的感觉应该就是白棋不太对吧。嗯，白棋这地方基本上还要花一手棋。嗯，然后这边该黑棋下，我觉得黑棋应该是不会惧怕这个图。对，黑棋显这比较厚，由于白棋这没活干净，那么还是这边走一个白棋很危险。对，而且白棋其实获利的并不是特别多，尤其左上角也损失了一些，白棋肯定是不能这么选择。嗯，但黑棋为什么不靠呢？还是说他就是要跟对手收官？那也不能是这样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嗯，除非他担心白棋的单挖，这个我觉得能想了半天，他这只能担心这步棋了。嗯，这步挖应该是最强的底牌，因为黑棋现在争子不利，所以不能打个粘下面，是上面只能打这个，这样白棋少交换这一下要好很多。哦，但我们现在可以看看这个棋，黑棋如果说还是粘的话，可能这个图白棋跳出来的话就比较顺畅、哦、但是现在黑棋是不是可以考虑爬一个、嗯、这里的变化应该也比较复杂。嗯，一下子很难摆得清，如果爬白棋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断打上面。哦，打完了，打完了，打了这可以翻好像、嗯、对，这样、哦、
确实黑棋不见得行。对，这样比较复杂。嗯，黑棋白棋搬，然后粘上黑棋搬，白棋粘上。嗯，对。这样，对，由于黑棋这地方是软的，就不能吃这个。是是是，这样的话，黑棋也有风险。是。如果说，那如果说黑棋换一种下法，如果说弧顶，嗯，我先弧顶。白棋还是想把这个长出来。那如果你长出来的话，我再爬那样黑棋白棋应该有点问题。这样白棋形状太重，这个可能不敢连了。嗯，而且这边也出头很不畅。如果你跳出来，黑棋算我再把这个吃掉，也比实战好很多。那显然比实战好太多。对，弧顶的唯一的担心应该就是这个被拐了。那黑棋应该对黑棋气势还是弧，这个转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考虑的。不知道为什么谭笑没有。考虑，或者是说他考虑了之后没有选择。嗯，因为实战黑棋等于就是围了十目左右。对，要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图应该要优于黑棋的实战。嗯，因为白棋这样就算让你打一下吧，嗯，打一下有可能还是俗手，你长的话黑棋就跟着你立。嗯，再补个自己总是要补的，对，飞一个大概正常。这样黑棋其实我中间我不知道怎么走，但是。不管往哪儿走，白棋应该都是很苦的。嗯，其实这样黑棋下后了，比起上面的十来目，而且最关键白棋黑棋这样并不是没有目，黑棋损失的非常有限，而获得了局面的主动，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考虑的下法。嗯，所以我是觉得黑棋可能是应该靠这个时候。是。这个下法应该是比较简明，黑棋弧顶，白棋并没有合适的招法，这两个 A B 见合。嗯，不知道是在担心什么。嗯，可以局后再问问。嗯，实战黑棋是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健的下法。这样当然是双方看起来都很满意，但我觉得是白棋可能更满意一些。对，我们黑棋排一下。白棋把这个走后。这样下一步的那个不管是靠呀还是尖呀都很现实了，黑棋现在。嗯，自己反而包了。是。黑棋的下一步我又有点看不太明白了。对。他可能是想补后自己，但是他这个补的方式。也许是想先手便宜一下，我只能推测他的意思是想先手便宜一下。但是我怎么看也不觉得这个棋，如果说的不好听就是感觉不是棋。嗯。这个尖刺在这里的话感觉上太怪异了，这个想法。他主要是他是想什么中间出头的时候有帮助呢，还是他就是想先刺一下看。而且现在这个棋这地方我刚刚发现白棋这里冲断还有一些味道，冲断黑棋不能直接打死。嗯，这地方白棋有可能是有先手收气的可能的，黑棋这时候在我们这边尖刺其实是一个怎么说是很怪异的选择，这时候白棋怎么也不可能往这儿粘了。嗯，白棋即使盯一个黑棋的目数也可以说是大损，我觉得是因为本来这棋以后如果黑棋后啊，甚至于黑棋可以先手尖到这里，是现在等于说少这个子，这一二三四五至少差了五六目。对，这一尖就算白的硬的已经五六目损不去了，这个不能接受，我觉得。对，主要没有看出来他尖对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大的用处。他不是对中间，他可能其实就是防止白棋断的。但是这时候黑棋直接跑出来，难道不可以吗？对，感觉这盘棋黑棋的步调稍微有。如果说这样，白棋大概也就是这一代。我就算最笨的跳出来，底下应该也不用担心，白棋再花一手棋断掉也没什么太大意思。嗯，并且我这样毕竟怎么说也是断掉了你这块棋，白棋总有担心的地方。嗯，这个尖可能有点随手，个人认为。但是确实一般作为现在的职业棋手不都对控特别敏感吗？那这种没有回报要先损的棋是不是一般下的比较少？嗯，对，也可以这么说，这步棋只能说是步调有点怪异吧。嗯，可能谭笑同学对于那个上一盘的输还是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我感觉上一盘输的对于这样的重要的番棋比赛来说，天王山这样的方式输掉确实有点难以接受吧。嗯，
只能这么给他找个借口。对，因为我觉得这部片确实有点异常，白起这部飞感觉很好。嗯，看来陈小叶其实今天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嗯，虽然说他前一盘状态并不好，并不是太好吧，上一盘赢的也是可以说是比较侥幸啊，人品爆大爆发。但是往往这种时候这种棋赢了之后，可能这盘棋会更加放松一些，这盘不太可能赢得棋赢下来了。嗯，这步飞很明显是好棋，对，把黑棋罩住了。另外现在黑棋反而要补，是，而且隐约的本来白棋总是要欠一点的棋，现在看上去已经基本处理好了。对，这时候黑棋又选择了一个让人有点当然有点那个觉得不太不可思议的招法吧，可以说是。嗯，这个冲断又是一个大损。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白棋力已经很大了，现在黑棋主动送上来了。是，因为本来这个时候白棋是不能尖，这个地方以后是有一点漏洞的。对，尖黑棋其实挡住的话也不一定便宜。嗯，而且以后还有这个。黑棋把这下冲了，这个位置太美妙了。是。而黑棋在左上角并没有取得什么利益，他唯一获得的其实就是自己联络。那这个时候就是他断这边的话，他棋身太薄了是吧，他不能断这边。对，断这边白棋当然要吃掉。嗯，但我觉得即使断这边也不比断那边差。我打了退呢，这么狠，这个要退出来。这样其实白棋无所谓嘛，就算我中间补一个，你自己补一个，主要就是不是很大。但其实我觉得，像小贾同学这样的下法，我觉得也未尝不是先把上面的实控捞掉。嗯，我觉得，而且我补后了，你总是还有一点点的问题吧？这最关键的补，不管怎么说也是木，或者是顶在这儿。我以后就走一个。怎么？对你，你还是有一点点防。对，不管怎么样，我这种骚扰你还是挺难受的。嗯，而且这样走完之后，上面的控更加实在了。就像我刚才说，冲断收起应该就没有了。他实在那个木太损了，简直。这个冲到外面，我觉得又是一步很异常的下法。嗯，这两步棋，我实在是。即使是我比较支持他的话，我也不能苟同这两步棋。是，其实断里边并不是特别损，你如果根据这样来看，只损一些味道，目数来说是不损的，基本上不损。所以断外面这个真的，他下的时候不疼吗？这个目，而且上面这个味道显然就不好。对，像上面这样的话，这基本上已经不能算作目。是，这下法我是个人认为。不能接受。对，而且这样白棋更厚了呀。最关键他看起来是他可能的目标就是为了防止白棋尖了几歪往这么拐下。但是这还是。但是我估计他可能没有注意到白棋还有靠的这种阻度手段。嗯。如果白棋有靠的话，那换句话说这个尖基本上就是先手。啊，他可能要使出这种。对，但后来的话这样不是这边味道特别差吗？黑棋至少在这里不敢动粗。是。所以感觉如果再把这个算成先手，那黑棋的这个下法实在是太拙劣了，可以说。我觉得他还不如什么都不走，或者是就自己往外傻蹦就可以了。对，这几步太异常了。如果说本来黑棋仍然是他还可以是一个军事不坏的局面，甚至我觉得靠出来黑棋还比较主动。对，因为本身白棋这几步比较怪异，但是走完之后发现这几步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好棋了，逼着黑棋走了。是。两步坏棋吧，至少是。对，不知道，我觉得回头也可以去问一下之后这黑棋的这几步，包括这个冲断，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对，谈笑，可能他就是单纯的觉得争个先手抢到大胜，但是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就当时他其实就算不走，这个，其实他不冲断，我觉得白棋在时应该也不成立。是，我就觉得他这个交换。对，白棋如果钻黑棋还是那样的下，这样白棋外面封锁并不完全，即使拱应该也能拱活。对，黑棋就这样往外飞，毕竟白棋自身还有问题。白棋暂时也不敢，他为什么就自己先要去损掉这些？嗯，难以理解。是，这时候白棋压一个，黑棋很难受。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上面跟下面。是，这两一压黑棋确实很痛苦，这个棋应该不能顶。嗯，
顶的话，这地方有味道，鲜美。对，这地方再一冲，这个形状就完全。这是还得拱住吗？拱住，我还有靠段要顶你。但是我退之，你冲我可能。冲倒是你可以挡啊，但是我还是有靠段。啊、对，冲好像就失败了，这是什么意思？对对对，这个压确实很难受，因为白棋后之后压，而且另一个目的就是威胁到这个靠下。这黑棋只能往回贴，很怪异，总感觉黑棋的调子不太对。对，主要感觉下了一会儿以后，我们刚刚觉得白棋可能欠一点目的地方，一会儿可能还得点一点目了已经。对，白棋这个漏怎么说，这是体现了陈耀烨的风格吧。嗯，这步棋可以说是就是为了捞点空，黑棋如果靠白棋就先手长，就这样。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就是守目了。对，黑棋当然是不会这样下，因为白棋漏一个，本身我觉得左下角这么厚的时候漏这个，并不是这么的重要。嗯，可能他是觉得先跳上面的话，他可能怕黑棋靠过来，他觉得被黑棋靠两下再守住，他这走不到。嗯，可能是他觉得形势很有利，先把空拿住。嗯，而且他可能现在也觉得中央黑棋也没有什么作为吧，应该是。嗯。嗯，是这样，黑棋加这个。没有，黑棋贴了一个吧。往先贴是吧？对，贴了一个，应该怎么说也是逆收一步比较大的棋。嗯。但是这个上面依然就以后自己点目的时候特别痛苦，判断形势应该是白棋很明显的不错。对，最起码从目数上是显然黑棋走了可以说是两步单关。嗯，这地方显然目数也亏了。嗯，贴一个右上角主要是还有点，这地方还有伸手，是味道太多。黑棋既然不走白棋，索性继续把这个捞掉，这样就等于跟白棋先拆也没什么区别，黑棋就是点到了一些。嗯，黑棋拆还是稍微便宜了一点。嗯，但是还是黑棋没有走到东西。这地方两个人下来又是黑棋加一个，当然也是一步应该说是必然的下法吧。嗯，这如果再不下的话，黑棋首先已经没棋下了。嗯，如果再被白棋过来，黑棋就很危险。嗯，然后白棋现在跳一下。嗯，一是陈耀烨认为自己的形势十分有利。嗯，从进程人看也是有利。比如这个时候黑棋是觉得，你觉得他自己会觉得形势怎么样？我个人觉得台下应该，我对他了解应该是一个比较乐观型的棋手。啊，一正在，如果说差不多的时候，他应该是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的，甚至于那个大家不是很看好他的时候，他也对自己比较有信心。啊，当然我自己也属于这样的棋手，有时候会对自己很有信心，可能判断形势的时候偏乐观一些。有时候可能回头复盘的时候才发现这棋，可能有时候觉得已经输了的时候还觉得挺细的，收了的时候发现已经输，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算是乐观型棋手应该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优势，我觉得，因为再怎么就算觉得自己乐观，对于自己的棋的形状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应该存在的。这种级别的棋手是下到这几步，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认为自己下得很好。是因为这个形状实在看上去是太那个，对这个下法，确实太损目了。对，即使是乐观，他即使是再乐观，又下了这几步棋，分析一下这个双方的下的棋，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优势。嗯，所以说这个时候把黑棋中间掉一个，但是从棋上来说还是没看出来。仍然很淡定。对，我也是在上午准备的时候看这盘棋，我就有一种黑棋下的感觉，明显不是很发挥。对，因为我们刚才在判断形势的时候，应该白棋的目好像比刚才还要更加多了一些。对，但是白棋的这个没有动，嗯，上面可能少了两三步，但中间又多了一点，几乎对，几乎没有变化。左下角的话，白棋又走了两步棋，就怎么也增加了五步棋。对。
而黑棋我们刚才判断的右上角这个其实这都算目，黑棋这右上角至少是少了好几目，嗯，左边也看不出任何增加的地方，对，黑棋的目数没有变化，而白棋又凭空增加了五目棋，基本上是本来，而白棋中间的发展还没有被算进去，所以黑棋应该现在是很艰难的。嗯，主要黑棋我们本来点是盘面十目左右，就是当时该白棋下、嗯、但是经过黑棋这一圈先手走了一圈以后，他好像把十目送回去，正好白棋涨了五目，他亏五目，现在好像就是一个盘面差不多的局面。对，现在是盘面上的黑棋是应该是有优势，但是由于白棋中间实在是比较厚，黑棋太困难了、嗯、是，但是这种棋也说不清，有时候下了几步有可能一个随手棋就容易葬送出去。嗯，白棋顶了扳，这个棋、第一感是虎柱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虎柱局部的联络并没有问题。嗯，他是觉得什么呢？他是觉得什么他其实可能就是想抠一点目数，虎柱的话白棋当然是长进，他觉得有点俗、嗯、这样白棋调子很好，以后拐头也很有力量，这样以后就粘上，加上这里的位置，嗯，有一种后中间的意思。当然黑棋现在可能也是想帮助木鼠，因为他应该也意识到自己木鼠上有一些问题，但是白棋长过来这步棋很舒服，如果你看出下一步白棋先手粘一个交换的话就不能忍了这个棋啊，那等于黑棋确实也是，虽然说啊，就等于之后如果说是他是觉得这一下被粘不舒服的话，那等于他这一下跟这一下交换他选择、啊、那这一下确实如果说拐吃的时候白棋粘上，他当然是会在乎，他可能觉得这样觉得他有便宜，嗯，但是现在这样他确实是便宜了，但是这一下是不可能交换得到的，嗯，现在打吃白棋怎么可能会粘，白棋当然是先尝一个，黑棋应该肯定是不会提的，嗯，所以以后总是白棋会粘到这个，但是他就是说他虎一下之后这对方白棋也没有什么先手，没有先手是没有先手，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地方的味道还是很差，就算我拖一拖你也纯木数上难受。你看这个白棋的断打总是对这里靠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你的尖，白棋这个挤后来好像都来了，是确实，所以这样看来这盘棋黑棋确实很困难下到现在这样，很艰难很艰难，嗯，黑棋这个靠应该也是一种拼命的下法吧，啊，他实际上就是完全把目数都帮住，他这个其实这样，但是白棋把这下又给粘回来了，这个白棋下的实在是有点舒服，嗯，黑棋其实可能打就是目的就是想直接把白棋断掉啊，要不然这个打实在是无法理解嘛。他总有一种黑棋这个下法慢了一拍的感觉。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正常搬黑棋长，你如果敢粘，我就把你断了，这个就归我了。啊，这样子的话还可以。那就是我非你是做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再看，非我如果冲呢？我先等硬，如果说我把你断掉的话你是准备怎么样，是你难道能从这边出来吗？应该是不能，对，主要我对你脚上没有什么威胁，对，从这儿出来，但是你如果你从这边打过来的话你又落一后手，对，你再怎么补一个，就算中间随便补一个黑棋的目数肯定是不太够，还是甚至于你走这个白棋，真是白棋更狠一点把这个压过来，哦，哎，我还你也不敢往下去，这样的话你全部就都被割了，嗯，不好办吧？白棋当然现在是不会选择这个扳，白棋肯定是早就想好这个尖，这地方黑棋确实很困难，嗯，实战谈笑肯定也意识到这个局面的艰难吧，嗯。还是先捞十控，那也是无奈的下法。嗯，这个尖确实黑棋下不来，
西部也只有拐的，其实拐白线可以长在这儿，基本上是什么用都没有。嗯，如果说你在华后手连，那就是完全不能考虑。棋也是马白棋，白棋如果想便宜点目数的话，黑棋就先有、嗯、可能就这样，然后再断。白棋当然是断然不可能这么下。嗯，这里白棋只有粘。嗯，我们黑棋挡到这个。这个挡其实你看到这步就知道这棋的形势黑棋有多困难。这个挡如果说是，我想如果说局势黑棋并不差，黑棋应该是现在是顾不上往这儿挡。他应该是怎么中间行棋，因为中间走什么再怎么看也是白花花的一片，白棋全盘都巨厚。嗯，黑棋在中间不处理跑来收这个大官子，可见如果说他被白棋先手拐到的话，他觉得自己的控就不够。嗯，他只能是通过这方面的考虑来挡这个。嗯，挡确实是很大，下一步这个尖的官子也是很爽。是这个官子角度上讲，这还是非常大。如果说算黑棋后手，就算尖完之后把这个粘上，再补一个，对，白棋就吃。吃，嗯，对。这样黑棋长了五目，白棋现在只有一目。实战中白棋如果吃掉了，白棋有十二目，那是后手十六目的大官子啊、哦，那确实非常大。在现在的局面，应该确实是很大。如果说中间白棋杀不掉的话，应该是一个必争的点。实战白棋震，嗯，确实黑棋很危险，看不出有什么好的办法。嗯，实战黑棋飞，怎么这时候白棋又选择把这个吃回来？十六目还是看的。眼见的是这样比较实在，中间可见白棋认为自己的形势已经很好了，嗯，无所谓，让你挡就让你挡。对，这一下你看黑棋能挡到还是比较满意。挡到满意，确实这地方是获得了一些目数，但是这地方也损失了一些目数。进去白棋全局铁后，如果说现在挡到时空还是不够的话，这棋就很难再翻盘了。是，主要本来白棋这个形状，现在白棋头都变硬了，但 就剩下黑棋中间了。简单的数一下，白棋这地方十五目肯定是还有的，嗯、左下有十二、十四、十六、十八，这里还带着一目，基本上是有二十目，这两块三十五目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五六七八九十，嗯，四十五目白棋全盘，嗯，黑棋这地方还是十四。二十二、二十四、二八、三十二、三十五，已经有点撑满，很满、嗯，肯定是不到的。对，撑的。这地方十二、十四、十五，算二十目，五十五。现在盘面十目，嗯，全把黑棋的目数撑住的话，盘面十目。但是，首先刚才我中间这地方好像都没怎么点目。另外，如果这地方随便搬一搬，黑棋这个子也基本要死。是。这个透基本上也是先手。是。这地方如果给黑棋点十四目的话，那白棋其实还是有长的。如果黑棋点十四目，白棋就能加一两目。对。如果说黑棋这里点满，白棋甚至被虎一个黑棋都不知道怎么办。另外这地方刚才说的还有靠。对，这个后来看到这一靠确实很严厉。嗯。黑棋现在是走啊。断。断掉。寻找头绪，这棋如果自己单纯的逃跑，显然是。被白棋在补后啊，先手收官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嗯，当然，根据刚刚点目，就是如果黑棋能够在中间处理的特别好，那他目数上还是有可能能收一下。嗯、对，中间目数必须处理到，就是双方都，至少是双方都不能成功。对，就是白棋一目都不能成功，就是一个细棋局面。对，仅仅是细棋局面，也不能说是黑棋好。嗯，这里黑棋的形状大概就是这样。嗯，白棋下得很稳健。嗯，黑棋能该硬的地方都硬。其实这种地方不管怎么说，贴着的也是白棋的目。对，因为你收官，你这个如果什么我一走，我又长了。以后白棋这黑棋不下，白棋就挖吃，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只能顶打住这个地方。嗯，那么黑棋现在先往里飞。嗯，也强调白棋还是有一点。在下到这个感觉，谭笑今天状态其实是不好的。嗯，跟他那个下的好的时候的发挥应该是差别比较大，我觉得。嗯，这个谭笑，我觉得强项其实应该是在前半盘吧，布局方面，我觉得
布局跟中排的方面，我觉得是他比较强的地方吧。啊，那就换句话说，就是你觉得相对他的后半盘更……啊，当然也是根据前两盘的比较，相对来说，我觉得反而那个谭笑在前半盘应该是陈耀烨的前半盘并没有那么强烈，我觉得相对来说跟他的后半盘比较，陈耀烨以后半盘见强吧，我个人认为。嗯，而谭笑是以前半盘见强，如果说在前半盘赢，这应该算是明显的劣势了，这样后半盘再想追的话就很困难了。嗯，所以说这盘棋我觉得他从布局来讲，可能或许是还是心态受上一盘棋的一些影响，发挥的不好，有几步明显的问题是吧。嗯，哎，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在他这几盘棋之前，我去在每次有嘉宾来的时候，我去问他们，他们觉得这个印象，或者说觉得对谭笑的后半盘怎么样的时候，他们一般都觉得他后半盘还挺强的。哦，那是莫非是以前的事儿？哦，这是在打我的脸吗？怎么说呢？其实谭笑，因为任何一个这种实力很强的棋手，不可能有明显的短板吧。嗯。因为谭笑虽然说我说后半盘不好，是根据他这两盘的发挥后半盘。明白了。也并不是指他，我就认为他的后半盘一定就怎么样。嗯。只是他这几盘发挥确实不能让人接受，这个官子下的比较差，可以说。嗯，可能他也是状态或者是心理上出现了一些波动吧。对，因为怎么样来说，大好的局面在官子阶段最后输半目，实在是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嗯，这时候把棋靠了。对，这靠很犀利啊。这靠肯定是陈耀烨早就准备好的手段，只要在这里以后，就马上就出来了。是的。然后黑棋没办法，黑棋打了。陈耀烨显然是没有预料到白棋的这个下法。嗯，我估计他可能当初的这些下法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白棋还有这种下法。这个次序也很有意思。我有些那个摸不清了。嗯，现在黑棋其实黑棋如果说觉得形势好的话，黑棋可能会选择搬了吃了分头做活，但是现在肯定是不能忍受。确实现在他的形势可能接受不了，顶了肩过了。其实我觉得跟刚才吃掉一子也好不了几目棋，但是现在可能是每一目都得争。对，但是白棋的下一手确实是比较严厉的好手，非常狠。嗯，这是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跟你打劫。对，因为现在黑棋已经忍不动，黑棋如果再忍的话，那么白棋摘一下以后，他这个地方是先手把这个顶的先手给消掉。对，这个挤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防止你顶的，这样黑白棋在这种尖顶，本来黑棋可能是顶了挤过来的，嗯，现在只能退了。这个有可能被唬住，已经要凉了这棋。嗯，或者我这棋其实不用下挖吃。肯定是谭笑觉得不能忍了这个棋。嗯，就是在此形成了一个，这个时候也是封盘，估计他也是经过。这个时候，白棋挤的时候封盘。对。那确实，这个局面很严峻。我觉得谭笑中午确实是比较苦。嗯，应该说是这样，准确说是尖的时候封盘，但他肯定也能看到白棋有一挤，然后在中间双方对这儿应该是有一些思考。据我所知，他可能是没有看到这一集，他下完之后才看到的。啊，就是接完以后才看到是吧？据我所知，应该是这样。嗯，但是确实，这一集他确实没有办法。这时候再忍的话，应该已经不行了。嗯，这时候只能断掉。当然，陈耀烨挤肯定是早就做好打劫的准备，不可能没有任何计算就上了。但白棋，黑棋作为黑棋也是忍无可忍，他没办法，那么硬着头皮打劫。哎，这时候白棋这个打吃对，对，但是很好。嗯，要注意，就是棋谱当时是没有这一单，所以还是有那么，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搬的这一。对，这看，如果说没有这个搬，黑棋现在当然是要粘上。提掉黑棋有一个本身，黑棋只有找本身去，是
如果说巴西再打的话，黑棋万劫不应。对，这样的话，白棋没有合适的对自身，那么白棋应该是先造劫的，白棋先搬在开劫之前。如果你这时候搬黑棋，可以打这个小姐，下一步还是可以搬这个吃的。所以说这时候是已经搬不到，但是实战中其实据说已经很久以前搬了。确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想黑棋为什么不应劫啊？就是肯定是因为棋谱的原因，白棋下早就搬掉。如果说实战中黑棋还这样，白棋肯定会马上选择开劫和扑，这个劫太残酷。嗯，这地方不能被削，削完两边都要死。对，黑棋也只能削这边，削劫。但那边也太残酷。这个一抓起来的感觉，黑棋再打能蹭过去吗？好像也蹭过。你如果打了想蹭过去吗？首先，我这个我如果断吃了粘上，确实我还得有点残、嗯，可能已经漏是。最关键的是这地方提掉，虽然平时他没吃掉这期，是白棋还是可以连上。对，只要一旦白棋在这边一个先手把这连回来，那么黑的所得其实已经不需要先手，他局部黑棋就已经抵挡不住，是收了。所以说黑棋是断然不能粘上的，那怎么办呢？这地方就只有小姐，黑棋是提的这边、嗯，是。但是这个白棋提掉之后也非常的简明，这个黑棋空间太烂了，是。下到这里，又感觉上这个棋确实黑棋非常非常的难。嗯，我们可以看看，如果不算中间的潜力黑棋，大概得黑棋的我们刚才点的，算这两块黑棋算了35目棋。嗯，那就是看这块。35目棋，这块6、15、20、22、26、27、31、32、33。不到35目吧，可以说基本上全局黑棋接近70目，肯定是不到了、嗯。还是干刚才我们的基本空算，这地方15、嗯、这10、25、35、40、43、47，白棋全局50目棋吧，大概这地方怎么也能算一下。50目棋的前提是连这些目都没有算，那、嗯、中间这个地方。那也就是说基本控黑棋大概盘20，但是中间这一坨白棋能涨多少？这个一坨嗯，其实最傻的，你黑棋现在想连那就只有顶了，顶基本上要全死了、嗯、如果说你跳一个，我就想把你一半吃了，怎么看也都有个15十来目，或者说我甚至是不吃你，我把底下收一收，收个十来目，我再收个十目的官子，黑棋也基本上要坏了。嗯，那黑棋实战实际上就是跳了，嗯，那白棋虎了一下，虎了一个好像是先手，对对上，要不然冲断就成立了。嗯，但是即使这样，就黑棋上面的木还是很松。对，黑棋可以说每一步棋都帮得很紧。嗯，因为任何一点损失，可能这盘棋就不够。是，只有等着白棋来吃黑棋的时候，寻求一些机会。白棋飞、嗯，这棋确实是下得很轻松。是，感觉这盘棋如果最后黑棋、啊、好吧，黑棋已经输了，就感觉黑棋不发挥，已经看到了是不、嗯、如果说黑棋现在贴过来，白棋可能顺便把这个子割掉，十几目就已经出了。现在黑棋太难了、嗯、黑棋要全都救回来、嗯、才能争胜。黑棋这个靠长也是求一些借用，但这个棋怎么看在这个敌方的跟前大本营中，对，他这时候的目的就是，如果你随手一贴的话，他再来这个，他就有可能有逆转的希望。如果说、哦、你如果还想吃他，打、哦、这地方，但是白棋还得补断，这时候黑棋这边再一贴，嗯，你只能提，这有一扑，嗯，对，你只能提，我甚至于还可以打上，啊、哦，这太难受了，就算补一个。对，这样好像眼见这样瞬间可能局势就逆转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白棋也是得小心。但是像这样只是一个梦想，确实，首先白棋有可能闪，那么棋子想下成这样的话，双方就不是一个等级，前面黑棋也不至于形成这样的局面。嗯，那当时这样的时候，黑棋不能直接往外跑吗？人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就算让你连啊、嗯，他意思就是他不太肯这个子，白棋的木也没想吃你，就是让你连，我把这个子吃掉就够了。是，首先你，而且
这个地方也不知道怎么连，只要只能顶一个，可以勉强连上。我之后正好靠这个，对，靠这个我能。但是白棋这怎么围，十目棋也出来了。是，也就是实战黑棋是想不卖，争取能不损这边的情况下，再把所有的子都救回去。白棋贴住很稳定，贴住当然是比我刚才贴这个，只是给大家示范一个失败图。对，你那个是黑的理想图。嗯，黑的现在。当然拐一个局部也可以连上，嗯，但是连上应该也不太行，连上白棋就算什么都不下，这地方中间主要是太烂了，完了直接就算怎么把中间处死应该也可以，处死你如果再连一个白下半再走一个应该是不太行，嗯，因为现在冲跟我刚才的意思是一样的，你如果断打我就有机会了。嗯，那当然白棋看得很清楚。那白棋贴，对，确实白棋贴的时候已经肯定是想过黑的下，下得很紧密。再靠到下面，就眼尖的这个地方就不止十目棋。就这个靠也是很紧凑的好棋，黑棋这时候肯定不能搬。嗯。搬的话，白棋应该是会断掉的。这里黑棋白棋太厚，黑棋是无理。嗯。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言论，就是说等级分第一是一个魔咒，有很多人在刚冲到等级分第一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状态不是很好，这个你怎么看？你也是这个其实有可能是因为等级分第一也有很大的一些压力吧，认为自己有些时候不也不能说是认为自己牛了，很多时候是觉得有些棋就想赢，就很想赢下来，但其实大家水平都差不多。嗯，人家看你等级分第一，有可能人家就想赢你，就是拼。嗯，怎么说呢？就是跟你拼吧，或者说是怎么样？你如果自己心里有压力，就很容易发挥不好。嗯，但这个还是容易心理上有一些波动。对，而且说，毕竟怎么样？人家赢也是等级分低，人家赢了你赚的等级分也比较多。原来是这样。而且他觉得你很强的话，人家就会全心全意的对付你、嗯、这样的时候就更加难下。确实一般都说在对比自己稍差一点的时候被拼的一个状态是比较难的时候。你认为人家比你稍差，但是其实大家水平差不多，其实人家没有比你稍差。嗯。但是等等级分低，现在谁是等级分低？十月是十月，然后他最近确实状态也不是很好。上一个月是陈阳月是吧？对，所以大家也是有这个说法。所以说不要当等级分低。嗯，大家都谦让一点，是站住第二。大家还是多让我赢点气，然后让你来当这个比较。那我还差得很远。所以大家多让我赢几盘棋，我也到不了等级分低。但黑棋没办法，只有成。白棋贴，如果说这一线被白棋围住，我觉得就不用点魔了，真是大败。刚才我们点的白棋只要成十目就够了，对，现在这光子就八个了，四个就是八目，这九十十一，我觉得二十八快三十目，是啊，这黑棋就算是把这割掉又割掉十几目，也是大败的局面，就是盘面够不够的是个问题了。对，也就是盘面够不够，如果说这张白棋围住，嗯，现在当然要想一些办法。是，实战中谭笑同志同学吧，谭笑同学，看来你得去结束之后安慰一下你的基友。我的基友吗？不是吗？嗯，确实需要安慰一下。小贾同学也得安慰安慰。哎，确实我们大家其实我觉得很多球都很希望能看到精彩的第五盘棋，不管是说本来支持谁，可能支持两个人的棋友都很多，但是如果说是没有特别新上去，还是希望能看到第五盘棋的，毕竟怎么说也是一个五番棋的最后决胜局，但是这盘棋确实可能黑棋的希望不大，我一直看上去就觉得黑棋希望渺茫。这只棋，这个套确实，如果说能破掉很多的话，可以收。嗯，但是他现在这个破的方式，显然是没有什么。但我觉得这个甚至于如果下猛一点，我就如果说就
对，我既然已经对知道我现在形势不太对的话，对，走这其实巴西也真的不知道怎么事，如果说你来点狠的，我这种冲断是先手。然后而且黑棋白棋这自身还是有一点点，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更积极的拼命手段呢？不知道呀。嗯，觉得谈一下这个地方在劣势下应该考虑这个地方，我觉得白棋甚至还是要补一个的。嗯，黑棋这时候就算退回来，这时候不是难道不比跳一个强吗？嗯，难道说他现在已经对，确实感觉走这个，而且从白棋的心理角度，他现在既然有优势，他也很麻。白棋也比较麻，可能他唯一怕的就是白棋把这个搬死。哦、是，其实即使可能是黑棋比较无理，但是白棋一下子也看不出来怎么就把黑棋给吃掉。对，这地方还是就如果我冲淡先手，我这边搬一搬，再怎么我这边搬一搬你也晕。而且这地方有吃，我这冲断这搬确实有一些晕的，这一跳的没把白棋都给连好。是，而且上盘棋其实像那个在大龙上也是本身白棋危险，但是陈小叶确实没攻好吧？不能说没攻好，只能说没杀。对，我想说的委婉一点。应该本来是要死，应该是要死。那个棋就是死活，应该基本上是要死。对，活了白棋就赢了，其实可以这么说。是。所以活了赢死了输的局面，竟然没有付出什么太大的代价，活的时候竟然还是输。对，这个确实我觉得双方可能上半下都不好。是，白棋靠也很简明。那你说从这个心理上，难道这盘棋黑棋不应该再洗一洗整双手？嗯，是应该洗，但这个跳如果说输了，我觉得最后败招也不为过了。是，如果怎么说，我觉得往里进一下也没什么太大的毛病。而且这个时候黑棋不能往里走吗？这时候可能确实不知道。我如果虎一个呢？如果虎一个，就是你上面是准备怎么断我呀？虎一个，我得看一下。虎一个，我如果就算我长一个，你还能往里进吗？长，我当然只有我还真的是准备往里进。我如果点呢？嗯，确实我还是，其实我有点，或者说我不长，看得更清楚，那样被你断掉。一下这签个断点，我直接搬，可能黑棋应该也要死了。我搬你把粘住。哎，应该是，如果说想在这地方寻求两只眼的话，应该是我这能不能拱？拱出一只，能拱出一只，但是应该拱不出先手一只。确实还是要死，就算长也是都不是先手这。然后白棋太厚了，嗯，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地方被白棋连住，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赠的地方了。嗯，但是黑棋搬一个，这白棋退，跟白棋狠一点，我觉得是要挖的。白棋挖黑棋也不知道想干什么，这一代只有退回来。哦，大概就是这个，黑棋就是退回来，但实际上也一样，白棋退一个更好。反正白棋实战就很清楚，他能把这一下如果都守住的话，这棋就没有什么胜负。对，黑棋最后的拼搏就是这个扳。嗯。白棋这时候如果虎，嗯，我看当时看黑棋有一个飞进来，大概还可以搏一下。飞进来，白棋暂时应该还不好防。对。因为这个征子它不能直接冲断，不能直接冲断，直接冲断这个地方，由于长先手，长先手这个地方就冲死了。嗯，但是直接尖也不行，白棋尖的话，黑棋直接冲断也可以。嗯，这地方有打，这就飞进来了。但是白棋显然是不会让黑棋这么轻易的如愿。是，这时候其实我当时看黑棋，如果这下搬掉，也许还能再下一下。把二五搬掉，黑棋肯定又没注意到白棋的好手。如果搬掉再搬的话，是不是还有一点看不清？是。不过白棋还是挡着，这可以飞进来。实战主要被白棋妙手。对，这个搬，这被搬就是结束。但是马上就要开始，现在看到这个搬，觉得这棋好像凉了。对，确实这盘，而且他们双方进程也很快。嗯，这一挖就是基本上决定了胜负吧。这一挖当然是第一感是要打，但是这个打是打不到的，白棋可以打这个。嗯，这地方就崩溃了。黑棋即使现在拼命冲一个白棋，就算跟着你硬，
这地方不粘也不是事儿，粘完之后脚上也要糊，这地方还有斑。嗯、是。即使说全活了，可能空都不够，这地方死。对，主要是全活了，它木薯也亏了。但是如果说这地方吃不回来，这个斑又是想干什么？就等于他自己还得自怜，自己。到最后不就又是黑棋自己连累吗？嗯，那么白棋如果再把这个一糊、白棋甚至于这还能苦一声先点你一下。觉得黑棋收后面的时候心里也很痛苦，确实。这时候我觉得如果正常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认输的节奏，调整心情的节奏。嗯嗯，白棋而且还可以虎过，现在黑棋飞不进去了，人鱼有蛙，飞白棋就俗冲，就冲死你了。是，这地方实在是没有任何办法。嗯，那时候是一个绝望的局面。是，后面是不是还下了很多？嗯，我看他后来，我们那会儿刚刚进来，大概是下到这儿，他后来应该还收了几十手。打吧，当然很大，这个官子给算一下，后手局部是后手十二嘛。嗯，当然不到呀，黑棋加不到，就算加白棋跟着硬是后手十二嘛，加上脚上，加其实本身不一定有爬过的。嗯，地方收，把这个收完可以简单判断一下形势。估计盘面可能黑棋都难啊，盘面能不能争得一胜？真是一个不太好的结局，这样数一下目吧。嗯，白棋又先数黑棋吧，我觉得先数黑棋比较好。黑棋又下掉十五目，现在涨了，怒涨一目。你这个话说了，可能黑棋也听了也很苦涩。这一目涨的，又下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这地方可能还是先手十四、十八，嗯，正常还是像十八目，嗯，十五、三十三，一二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二、二十三、三十三、三十五，这是地方如果折半算的话，应该有四十目、四十二三目吧？就算四十二三目，刚才是多少？五十七，嗯，接近七十五目，嗯。七十五目的话，五十五十七，十七二十二十五二十六，嗯，三十六三十八四十四十二四三，算黑棋加的，嗯，四十四五后边五十一五二五三六十三，十八百七我点一点已经快奔八十了，就说盘面，如果是干白棋啊，很显然是白棋盘面要好，嗯，干黑棋啊，可能黑棋盘面能好一点，对。所以现在就是盘面胜负，对，盘面黑棋最后应该能收着盘面好几步了。是，黑棋实战班，嗯，怎么收？白棋打飞，怎么收的？简单的摆一下吧。好，这棋可能正常来说应该是跟胜负没什么关系。是，关键主要结果也出来了，所以好，就有点那啥。白棋下得很稳，把这个最大的唬住。是，黑棋因为可能还威胁一下挤完了之后，白棋整块不活，但是现在这一唬也防住。嗯，这挤完不活虽然还挺现实。因为我刚才说的黑棋的先手加其实也是一个浮云，白棋粘完之后可以脱先，白棋很稳，就把这拐住，确实很清楚。嗯，这儿没关了也。黑棋在侯。嗯，哎，你明天是还有比赛吗？对，明天有龙心战啊、哦，龙心战，对谁呀、啊？对，空姐啊、哦，也是跟你搭档过的吗？是、啊，没事，他现在不在，那我还是希望你能去到这次。嗯，那假主播嗯是第一女主播百搭，不敢，基本上。现在每集都能看到假主播的身影。嗯，主要是为了等到你啊，等到你我就不每集都坐这儿了。啊，那今天难道你不是你坐在这儿了吗？对啊，就为了等到能跟你搭完了以后，我就可以请假休息了。是吗？嗯。那换句话说，明天的直播看不到你吗？可能吧，有可能。导播能不能啊？不，应该要看领导给不给我假。我还以为看领导给不给你上场的机会。对，应该这么说比较好。
给不给你嫁这话说的可能领导不是很喜欢听。嗯，确实好像太不会说话。嗯，啊，其实基本上这已经差不多。嗯，下了多少步？下了200多步，我觉得后边应该有没必要看到最后了，因为确实跟胜负没什么关系了。看到最后图能伤感。对于支持谈笑的骑兵来说，略显伤感。嗯，可能吧。尤其是希望看到最后决胜局的那个。哦，我觉得希望看到决胜局的人还是挺多的。对，但确实怎么说，这次我觉得谈笑还是因为上一盘棋确实太伤了吧，有点疼了。啊，对于这么关键的比赛，以这种方式输了一盘棋，确实是不能忍。嗯，很痛苦。但是他确实也不是马上下嘛，还有一天可以疗养一下。一天疗养一下，但是再怎么一天疗养，可能伤痛也很难疗养的回来。是，他说不定好不容易疗养好了，然后坐到棋盘面前又想起来了。嗯，那确实下的时候感觉会不一样。嗯，就像就拿我做比方，前一段孟百合的时候，嗯，输给古力那次，第一盘就在我认为布局阶段，我认为下70-80步，我觉得好像似乎已经不太可能输，嗯，局面优势非常大。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莫名其妙的就输掉了。确实，嗯，虽然说觉得自己还能调整，但是实际上下第二盘还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另外对手的心态肯定也会更加的放松，因为觉得一盘劣势很明显的棋都输出去了之后，第二盘觉得我输给你也无所谓，我就当我上一盘输了，我还有下一盘。嗯，是，就是还是心态越放松，可能他就发挥的越好。谈笑显然，我觉得发挥的这盘棋可以说是不好。嗯，是，确实。那接下来那个是2月份 LG 杯吗？啊，你问的好像有点跳跃。因为我突然觉得接下来是2月份 LG 杯吗？现在又不是1月份。对于我来说，当然接下来最重要比赛就是2月份的 LG 杯吧。而且你们那个大战不是挺有意思的？其实。嗯，好像我的对手前两天刚跟你搭的。对，我在多方各方调查，你怎么看啊？你们的羊驼大战，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嗯，这个说法我并不表，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看法。嗯，只能说驼好，确实我跟他交手也非次数非常非常多。其实大家的战绩也很接近吧。嗯，最近应该最近几局也差不多吧。最近10局，我觉得说也许是5-5，也许是6-1，最多是6-4啊。嗯，应该是双方的胜负都很接近。到时候还是取决于双方的临场发挥吧，跟心态的调整吧。我觉得，嗯，其实谁赢都是很正常的。嗯，是，当然我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嗯，对，那样你也是应该是首先突破2冠的吗？好像好多1冠的世界冠军。啊，现在说这个还有点早。嗯，好吧，没关系，反正还有很久，又不是你明天下，给你压力也没关系。嗯，还是一盘一盘的下吧，争取把比赛能下出让自己满意的棋来就可以了。嗯，这盘棋应该是最后是白棋中盘胜负。哦，对，那也是恭喜陈耀烨取得了名人天元。嗯，这两继天元以后又获得了名人头衔。是，谈笑这次确实比较可惜。嗯，在输的2盘棋，其实我觉得他形势都挺不错的。嗯，肯定是在后半盘，我觉得还是可能有时候可能棋稍微下的快了点，有可能有一些随手棋吧，我觉得谈笑来说。嗯，这一点希望我还，我说这个也不太合适。没，可以可以，从朋友的角度。嗯，希望他以后能继续努力嘛。是，争取啊，明年能回来我就不说，明年我还要下面。对，然后可能等。哇，这个满屏都是什么？嗯，
希望接下来的比赛能有好的发挥。哦，对，我终于想起来怎么祝福他们。啊，接下来的十二月份的农心杯，我谭笑跟陈阳也都要去釜山。对啊，你们不是都要一起吗？一起奋战。对，所以说希望他们能把状态调整好吧。陈阳也这次得了名人战，希望能把状态也调整好。谭笑希望也别受影响。嗯，是。当然我也一样，希望能在农心杯上有好的发挥吧。接下来应该也没多久。就是十二月二号，对，十二月初就要去了。嗯，希望我们都有好的发挥吧，大家都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嗯，那下农心杯的时候是心态也跟平时不一样？那可能要比个人的比赛压力更大一些吧，毕竟也是一个团体比赛，自己输了，要是影响到团队的话，那肯定自己的感觉也不会太好。是。那也是希望我们你们三个啊，还有十月是吗？十月，对，还有十月。对，还希望你们能够在接下来农心杯，对，这个还是比较近，在农心杯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我确实一想 LG 杯有点遥远，在 LG 杯之前确实还有不少，还有好几个比较重要的比赛吧。嗯，那今天这盘棋大概就是不是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嗯，那也，还有什么？对，我觉得今天太早放你走不太好，有大家能不能再难为难为他？啊，想要那个探讨探讨什么？有些问题吗？还是什么？不知道呀。再看这个棋谱，好像已经有点意思了。这个棋谱怎么了？嗯，我终于发现他把黑白搞反啊，下到193异常的，嗯，他把黑白给弄反，啊，连下了两步，白的变成单数 啊， 啊。所以当时我隐约看到217手半天不动，我想莫非这棋啊有转机了？对对对，因为发现一会儿白中反胜，原来 是那他应该是弄错了。是的。嗯，大家的问题都太犀利了，我就问你一个不太犀利的。嗯，比如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呀什么的。这个问题好像比较好。对呀，啊，我对你比较好啊，没对你。怎么说，平时爱好当然爱好唱歌啊，这个比较有名，这个大家是不是应该很多都知道。嗯，另外其实也比较喜欢体育运动吧，虽然说那个身材没关系啊，但是个人还是很喜欢各项体育运动，也经常喜欢看各种体育运动的。其他的其实因为平时比赛训练都比较忙吧，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更多的事情，嗯，大概最主要的就这些了。嗯，那体育方面是什么？羽毛球、足球？当然是足球，还是平时也踢，也最喜欢看嘛。啊，虽然其实各种体育运动我都挺喜欢看的，虽然说很多项目我并不参与嘛，啊，但是羽毛球并不在其中之一。嗯，确实，羽毛球我觉得可能也只能平时打一打，自己可能打一下，但绝对不会去看，因为好像羽毛球、乒乓球感觉中国队，啊，你是觉得太压倒性优势，没什么意思。每次都看到中国队获胜。这个就是没什么太大的悬念吧，可以说。嗯，对，主要是没有悬念。对，应该说中国获胜是很好，但是希望能够看到比较精彩的。对，因为每次好像到四强可能已经没有外国人了，这个就不太好看了。是，或者说有外国人，但是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冲击力的话，就也没有太大的意思，是吧？啊，哎，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明天你会领另外一种方式出现在这儿吗？明天，啊，哦，我只要突然反应过来，是每天的那个都会请上来吗？不知道，这个要看。反正昨天我看到他们两个，哦，是，那也许吧。对，我突然想到，希望能心情愉快的出现在这里。嗯，那也是希望你明天能取得好的成绩。嗯，是的。那今天就为大家解说到这儿。好的，那就给大家解说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拜拜。嗯。嗯，就谢谢大家。